今天吃火锅，哎，来点羊肉，一口放里头，太好了，羊肉。哎，把这个放这儿，我再来点这个，这，哎呀，真好。你吃火锅，我吃就整点面条呗，我不吃你肉，忙出点面条吃。一二三四五六，七个碗，七个碗我记好了，肉。行，那你就在这边上放点面条，但是你不能吃我肉啊，自己吃自己的。我得看着你点。就吃不是你就不让人吃肉，那吃面条呗。对，你吃面条行，别那啥，我别吃。我跟你说啊，你别偷吃，二四六七个碗我有数，我去取点别的去，别偷吃啊。是。哎呀，这肉太香了。哎，来两个鸡蛋放里头。哎，这搁这儿。哎，羊肉好了吧？哎呀，哎，来点儿，来上我吃。哎呀，这面条。哎。两个，来点火锅酸粉，哎，这酸粉真好，哎，哎呀，肉咋这么香呢？吃的真快。哎呀，没事。哎，你面条都有啥香？哎，真得劲儿。再给我来点肉，我再去取块肉去。那肉吃的真快呀。拿点菜。这鱼面条。搁这里头煮会儿啊，真好吃。你面条都啥吃的？嗯，哎呀，别吃我肉啊！鸡蛋两个，鸡蛋二四六七个碗儿。哎，我再来点羊肉。哎呀，哎，来点，来点辣酱，哎，再来点肉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啊，没够。哎，谁碰的？嗯。哎，真香。嗯，我记得我放两个鸡蛋，咋还有一个鸡蛋了呢？那煮飞了呗。那玩意儿煮飞了。你确定你没偷吃我肉？那我肉咋这么少了呢？哎呀，这不都是你肉吗？哎，谁偷你吃这玩意儿？我不吃肉，现在。那你别吃面条了，赶紧都把你面条夹子夹子夹子得了。我夹面条，你看这都面条吗？谁夹肉的？哎呀，哎呀，你看我没夹你肉。哎，行了行了，你别夹了。哎，我看你不安好心。不能偷吃啊、嗯、看你打看到公主啊，嗯，往上发，哎呀，海鲜呢，哎呀，嗯，激活了，真香啊，哎呀，这都长真好啊，哎呀，哎呀，真香！
干啥呀？怎么还有俩肉呢？有点大，你说。哎，哎呀，今天这可是够用的，这整点汤小四汤，再来点小不辣椒。他们，下次呢？哎呀，这个豆包，这样式的你咋了？这啥玩意儿？豆包。真好。我跟你说，我这小蚬子用这个麻辣酱炒的老好吃了，这麻辣酱拌点饭都好吃啊！来点拌饭，那给我来点肉，我搁点搁这汤。那啥呀？嘿，羊肉汤。那给点吧。哎呀，给我来点，这就是。我跟你说，这个辣酱炒菜也是拌饭搁汤做汤的，啥都好吃。哎呀，那好吃。这味儿。哎，拿来，上来。哎呀，这味儿好啊。大大粉的这辣椒，真辣。哎。嗯。哎呀，嗯，好吃。哎，都是肉，哎。那啥呀？有肉。哼。咋用啊？咋用？我看看，我帮你看看。哎呀，行。好吃。好看。哎呀，这壳味都好吃。哎。你去煮点小萝卜咸菜，咱冰箱里头。萝卜咸菜行啊。吃饭没有咸菜，味道少一半。哎呀，哎呀，吃香不吃？啊，吃吧。哎呀，这回终于轮到我了吧？嗯，你的羊杂不错呀，偷点，埋在这里头。哎呀，这叫咸菜，你这老厉害，像萝卜咸菜。哎呀。就有味儿，好吃。那好吃的萝卜呢？大一半啊，你一半我一半。哎，好吃。这小萝卜干跟煸饼子还脆着。哎呀，挺香，哎，这豆角太好了，我最愿意吃豆角了，这豆角真好。咋的这今天？吃素啊？那点肉没有呢，来两个破辣椒。哎呀，哎呀，这豆角真好吃。哎呀，咋还使这木头筷子呢？都发霉了，多埋汰！那这个，这合金筷子多好，干净的，配上咱这稻花香，这才绝配呢。让你把这个米都吃掉架了。你没看着啊？这长毛病呀？今天这米真香。是我从老家邮来的稻花香，这么好的米，你看锃亮，软糯香甜，好吃。哎呀，还挺感觉好像挺幼的，这米挺幼的，好吃。好吃，兄弟。香啊，这个。啊。你还软糯的呀？软糯的好。人去味儿啊？还挺好的，我尝一个啊。没有肉呢，你吃呢？我来点这个。咸的好吃。嗯，那你快。我不问。这海鲜。海鲜我也不吃，我就吃木耳。真香，这饭也太好了。哎呀。
最后面也差点辣椒。嗯，干真香。哎，你好。不是水呀！哎呀，他水也买的对吗？藏起来了，别让海哥看见。哎呦我的妈！哎呀，还热乎。是噎住了，哎，我还没吃完呢。哎，我吃完了。那我家的大米。哎呀，不动。